ชื่อชื่อเธออยู่จะมาสู้วันนี้กินอะไรบ้างกินอะไรกินอะไรชื่อชื่อสมอกินอะไรดีชื่อชื่อชื่อสมอเขาเนอะกินอะไรอร่อยอร่อยชื่อสมอเขาชื่อเนอะ太快了吧！你们这些，你们学的太慢了，因为我是太厉害了。嘟。没有韩语了。안녕하세요감사합니다떡볶이快完了苹果坏了哦吃饭不应该说多话好不好想死我了你什么意思想死我了你坏完了坏完了你们这是没了没了没了最后一个混了是吗？是太想你的意思吗？你们这些兽皮，พูดภาษาอังกฤษได้ไหมได้ Or should I speak English? Is it better? Oh, 吃完了你们最近怎么样 How are you guys today? I mean, recently or today is fine I don't know最近在忙什么？最近我就是有个考试，我的 master degree 的考试，就是刚刚开始学了，所以
就要认真一点，不然就死定了。我还饿吗？我不饿了，我已经吃了很多。About you, I'm fine too. 明天要上课，那你去睡觉吧，已经很晚了。你们是比我大还是比我小？ระหว่างพี่กับบิลกินใครพูดแล้วรู้เรื่องมากกว่ากันผมน่าจะเป็นคนที่พูดรู้เรื่องมากกว่านะครับเพราะว่าดูจากรู้จักอายุแล้วกันผมเนี่ยเกิดก่อนบิวกิ้นนานหลายเดือนเลยผมก็เลยน่าจะมีวุฒิภาวะที่ดีกว่าชัวชัวบิวกิ้นเสียวใช่มั้ยนี่มันบิวกิ้นเสียวมั้ยใช่บิวกิ้นเสียวสุย还是บิวกิ้นเสียวจื้อสิบเจ็ดปี跟我差不多吧2002年03你们都是小孩啊你们都是小孩哇还是有比我大的女孩永远十八岁，是啊，都是跟我差不多的。其实，声音可以大点吗？听不见。好，来吧。我多大？我很大，我很大，就这么大。我三岁，谁三岁？阿姨。我很大，是啊，怎么了？我两个头大，我好大，最大，非常大。我在干嘛呢？我在跟你们说话。刚刚我就是在看戏，就在看一部戏，就是打架，就是用枪来射别人的，射坏人，好喜欢。啾啾啾啾啾啾啾。我在开车。如果我在开车，我怎么跟你们这样说话呢？我会直播多久呢？就多一下子，我就要去洗澡了，因为我今天很累，所以就要早点睡觉。我这个大男人。虽然很大，但是也要睡得更多，就是要睡得更多，就是因为大。我怎么说了这么多大呢？
有多大呢? 就是那么大 就是那么大 就是跟你们以为的那么大 好不好? 开车什么意思呢? 是你们年轻人用的吗? 我已经老了 太老了 现在我都不懂了 什么开车? 你真的不懂吗? 懂什么? 开车什么? LSP, what is LSP? Drive 不是你们说的开车 所以开车是什么意思呢? 我知道很大 因为很大 别的语言都是一样的 但是开车都不一样啊 LSP是什么 换是什么 你们不是要教我中文吗 你们就教我一下吧 开火车 我就不懂了 如果你们不跟我说就不懂了 是不好了吗? 还是 怎么了? 我这是很懒惰去找什么意思 所以你们就直接跟我说吧 如果你们不说我就会要去找 真的不要说吗? 开车 LSP 这里就不一样 LSP是什么? 不放那无量 别个样培养 靠加油卡 我可不停write you 别找了 也不是不好是吧 是不好 Old driver 这里就是有小孩我就不说了我就下车了 是吗? 是走下车吗? 我就不要开车了我坐车就好还是我下车了怎么说我回家了好下车吧真的是怎么下车小朋友不能知道这么多是都是小孩子这些小孩子就是懂得比我多了 是不是? 你们这些小孩子那些0203的都懂是吧? 我已经太老了坐车又有什么意思吗? 回家了好孩子回家睡觉好不好 回家吧，多穿衣服。什么多穿衣服？
别问了，让他知道。坐车 means you hear someone talk about 啊。そうですか。哦，好。そうですか。哼，你们这些大人怎么教小孩这些事啊？考试难吗？还好吧，我应该比较厉害，所以就还好。What's your major? For my master degree, I'm studying MBA. MBA. I don't even know what it stands for, but it's MBA.没有声音了，这为什么没有声音？你听不到吗？想多多听你讲。我还说的不够吗？我说了很多，还不够多吗？声音有点小，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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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方便就好。好，来欺负我吧，来欺负我，你们都来欺负我。小声一点，你们就骂我，你们就叫我开车，你们就叫我坐车，什么车，你们都叫我。睡觉了，是啊，现在几点了？等一下就要去洗澡睡觉了，早点睡觉对身体健康。好吧，今天我就下车了，我不开，我不坐，我就下车了，今天。我就要去洗澡了吧，现在好久没跟你们说话了，很好玩，好好玩，好好好好好好玩。坐车洗澡睡觉是啊。 Okay, so today I will stop here and I'll go and take a shower and sleep. Sleep, sleep, sleepSleep， 下次见了。就是考完试的时候，我就应该有更多时间来跟你们讲一讲话，说一些话，有什么可以跟你们讨论，可以跟你们，就下次就不开车了。你们都是想让我要开车，所以不可以了。现在，下次不可以了。拜拜，ไว้เจอกันนะครับผมสวัสดีนะครับจะไปอาบน้ำแล้วผมเปียกแฉะไปหมดแล้วบ๊ายบาย
See ya.